几个字啊？哀江。海江节了。对，哀江是那个。哦，我都要来听到海江节，还是哀江节？哀江节。哀呀、哦，哀是山崖的哀呀。山崖的哀呀。姜是我们的吃的姜啊、哦，吃的姜，这个、就是、这个调味料的姜。啊，对啊，讲骨锥脯是哪一种的？对啊，一条一条，我选落来有无？看哈，哦，迄叫做骨锥脯。系啊，中药啊，中药啊，迄就是骨锥脯。哎，还有白骨的加红骨的。哦，安尼哦。中药敢那拢用红骨的吧？敢那红骨的效果较好。安尼啊。啊，迄中国人拢安尼啊，见乌就补。见乌就补。见乌就补，安那见红呢？见红嘛补。